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佩玲，欢迎收看《纪录新发现》。今天播出的纪录片是《台湾快木与森林铁路的故乡嘉义》。嘉义古称诸罗，阿里山丰富的森林资源，日治时代起便兴建阿里山森林铁路，运载台湾快木，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快木集散市场。1787年，清朝福康安将军一举平定林爽文，乾隆皇帝御制纪念石碑，并特赐地名，将诸罗改为嘉义。1899年，日本人发现阿里山丰富的森林资源，足以伐木80年。积极兴建阿里山森林铁路，以便载运台湾快木下山。嘉义市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快木集散市场，百年老车站北门驿见证了木金岁月的繁华。嘉义旧监狱在日治时期称为台南刑务所嘉义支所，是全台目前唯一保持完整原貌的老监狱。日据时期曾有画都美称的嘉义市，每街裱画店的小孩成了大画家。水墨大师林玉山的故事，居民至今依然津津乐道。小从8、9岁的孩童，大至80、90岁的阿公阿婆，何明德行善团的志工出钱出力，造桥已经超过了400座。嘉义市面积约60平方公里，人口数约27万，位于台湾西南部嘉南平原的北端。明朝严思齐登陆本港后开拓垦荒，1624年荷兰人占据台湾后，为安抚诸罗山一带的平埔族，在此区凿建红毛陂。嘉义市古名诸罗山，源自平埔族原住民洪雅族社名的译音，荷兰人称之为诸罗山社。城门的东南西北四面包围的形状像颗桃子，因此又名桃城。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人，设承天府与天兴和万年两县，嘉义隶属天兴县。1684年，清康熙水师将领施琅击败郑克爽，收归台湾后，天兴州改为诸罗县。
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起兵，朱罗城战事惨烈，岌岌可危。福康安将军增援台湾，一举击败林爽文，为加冕守城军民义勇可嘉，乾隆皇帝特赐朱罗地方改名嘉义。乾隆五十三年，乾隆皇帝御制汉文满文和歌的纪念碑时，以褒扬福康安之战功。坐落百年嘉义公园的福康安纪念碑不远处，是清嘉庆十二年铸造的十二门鼓炮。尽管年代久远，鼓炮上的字迹早已模糊，其中仍有一门炮的炮身上可以辨识嘉庆十二年秋，奉闽浙总督布唐阿、福建巡抚布院章铸造台协水师左营大炮，一位重一千斤等字样。旧称红毛皮的蓝潭，东西长一公里，南北宽两公里的蓝潭水库，是嘉义地区的民生水源。三百多年历史的红毛皮可以说是台湾最早的水库。蓝潭水库早期我们叫做红毛皮，它是在1637年的时候，荷兰人就来到了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由他们的东荷兰印度公司把他们说成他们自己在经营的一个地方，叫做王田。那王田这片土地为了要耕种，所以他们必须要有水灌溉。那个水呢，他们就在比较低洼的地方引进了八掌溪的河水来到这个地区。蓝潭在清领时期逐渐荒废，直到日据期间，日籍工程师八田雨一将蓝潭逐堤为坝，作为自来水厂的储水池。台湾光复过后，红毛皮改名为蓝潭，意思也就是荷兰人设立的潭。蓝潭水库风光明媚，形状像个大元宝，清晨傍晚各有姿态。蓝潭附近的王田里是荷兰时期的王田，当时约有五十户人家，范围涵盖了嘉义国中到嘉义公园的北半部。在1895年，日本人来到台湾，发现我们这里有非常多的森林，里面最好的块木，所以他们为了要把它运下来，所以建立的这条阿里山铁路。北门驿是北门车站的旧称，也是阿里山森林铁路的起点。1910年，北门驿完工，典雅的造型以台湾红块打造，主体主要分为候车室、票房与办公室三大部分。1912年，运木列车启动，阿里山森林铁路正式通车。1918年，汴城列车让沿线居民与登山游客也能搭乘，
阿里山森林铁路开始经营客运业务。1998年，也是台湾快木禁止采伐公告的同一年，北门车站成为嘉义市指定古迹。阿里山森林铁路的业务与功能，从此由原木货运转向观光客运。一度火灾后修复的北门驿，成了嘉义市的新地标。同样以台湾红块打造的，还有这一处嘉义旧监狱。嘉义旧监狱在1922年启用，当年成为台南刑务所嘉义支所，是目前全台唯一保持完整原貌的老监狱。嘉义旧监是在民国8年的时候所建造，到了民国11年正式竣工。在民国82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已经人事太多了，不敷使用，所以我们就迁移到了我们嘉义县的鹿草的地方。民国94年升格为国家古迹的旧监狱，现在是开放参观的狱政博物馆。穿越旧监狱的长廊，举头三尺有神明。佛龛是货真价实的百年古迹，当年从日本漂洋过海来的。这个佛龛是在我们刚建立的时候，日本人就从京都本院寺的地方把我们的这个阿弥陀佛供移到这个地方来，因为管理员希望在这里的收容人每天能够平平安安的上工厂啦，或者是在我们的收容里面的寺舍里面，哎，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中央台是旧监狱的核心所在，用最少的人力做全面的管控。此外，扇形放射状的空间设计可以兼顾通风、采光和防潮。中央台的两侧展示的是受刑人与管理员的制服，还有叫人不寒而栗的刑具。监狱的两扇大门与监狱内的木料，在日治时期建造之初与近年的修复，都是采用阿里山的台湾快木。扁柏与红块统称为块木，一流的台湾块木树林多在千年以上，量少价高，奇货可居，可以想见。扁柏大多生长于北台湾，中部是两者的混合林居多，南台湾则多半为红块。
直到民国八十七年，林务局明令列入保育树种而禁止砍伐，台湾桧木这才得以存留一小部分。相对于其他质地不佳、容易变形、纹理不漂亮的木材，台湾桧的品质高档。阿里山火车的桧木车厢就是个例子。这一部桧木车厢啊，是单一的四种，就是红桧，而且这个整个车厢的纹路非常的漂亮。行李架特别设计，就是用琼马把它编织成的，就是向着日本皇太子在阿里山的一个最好的规格把它铸成的。而且这个造价，目前这是我们做的八个车厢，一个是400万台币。当年日本人发现阿里山上红桧与扁柏等上好的木材，估计产量足以开采80年，于是积极兴建阿里山森林铁路，以载运台湾桧木下山。祖父是道班工，父亲是检车员。汪信昭从学工到资深驾驶员，转眼已经40年。车子要开了哦。吴镇长，后面好了。后面好，收到。阿里山请开车。103，乘务站请开车。阿里山森林铁路跟其他的铁路不一样，因为我们转弯曲线很大啊，所以说开这个地方，或许那个另外一个方向没有办法看到那一些安全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另外一个助理司机啊，他那边如果看到有危害整个列车的安全的话，我们那边有一个紧急刹车滑，就在那个我们司机后面哦，他那边拉下来就整个刹车。像现在我在踩刹，我有感觉到说我们车子啊轮子在打空转，所以说这个就是要你当司机的一种历练啊，你才知道说现在车子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如果说在5台车厢哦，像这种下雨的天气啊，有时候上坡的话哈，要踩点刹，就是轮子跟铁轨的摩擦系数哦让它增加，所以说车子哦就不会在原地在打空转，打空转的话会把铁轨磨耗。那现在我在加油。哎，我听到那个哐哐哐哐那个声音了啊，就有感觉到他在打空转。钟爱台湾桧木质感和气味的日本人，大规模的开采台湾桧木。山脚下火车终站的嘉义市，成为日治时期东亚地区最大的桧木集散市场。原木运送到制材厂，先喷水冲洗表面的沙土杂质，然后是大块的切割与小片的裁切，尺寸大小全凭客户需求量身定做。高级的台湾桧木举世闻名，它的香气与芬多精含量皆属上品。台湾的木业在民国50到70年代的大好时期，内需与外销市场蓬勃，内需来自建设与经济起飞，外销则是以日本为主。当时的木材买卖可以说是出门就有钱赚。我爸爸是婚姻人，民国40几年时来嘉义，但是是来工作伊那工，都讲你这海口较歹生活，但是是做来牵牛车，啊，加上看做木材，感觉人安尼做生意，加上有利润，吼，爱着南边啊好咧学习安尼，有些本钱，吼，啊，就来买一两件木材，啊，就来伊个来赚些
中间的差距的离损。父亲从牵牛车的运材工人白手起家，在民国五十年代一天赚上1000多块，收入算是不错。牛车拖木材，人拉着牛车，就这样拖拉出木金岁月的繁华。做粗工没念书，李明星父亲的身教却很开明，除了再三告诫信用至上，放手让几个儿子学买卖，买贵了卖便宜了通通认账，力挺到底。十多岁的小老板面对的客户都是三五十岁的叔叔伯伯。我兄弟做14、15岁的时候，就来给我爸爸的生活费来学，学做做木材，渐渐学啊，学到民国70年，哦，啊，阮兄弟去做兵，回来退伍，啊，就来接阮爸爸的事业，啊，到阮爸爸他50年就来退休啊。三兄弟分工不分家，老大掌管资金财务，老二老三分别负责买卖、管工厂和跑业务。三人接班的同时，景气溜滑梯般的下跌。民国76年，因应木业大环境的变动，兄弟三人决定投资厂房设备，将原有的中盘商行转型为制材厂。中盘商是属于县城进出、居中赚差价的生意，但景气反转时，生意跟着下滑。制材则不同，客制化导向，中小型的客户往往会直接上门下单，材料、尺寸和价格等量身定做，以满足所需。生意做大还是做小，较有弹性。当然，相对于中盘商的单纯进出木料，制材厂的设备、人力和技术缺一不可。台湾的木材需求市场，台湾快木就占了60-70%之多。民国87年，林务局下令禁伐台湾快木，供给减少，价格飞涨，台湾木材产业画下转行或是转型的分界线。来民国那80年时阵，木材就禁止砍伐了，所以做量也渐渐来少去。有赚的钱留一辈，爱着保守来收起来。啊，有部分的人是将伊赚的钱投入股市落去，那到目前还剩了5%，对这份木材要一个坚持。我继续再坚持再来做的。原木经过大小裁切后，剩下的脚料与剩料经过再加工的程序，几十块钱的木头转眼变身为数百元的块木珠。民国50、60年代，台湾快木的木金岁月一去不回头。时至今日，除了家具的定制需求外，原木的订单以历史建筑与古迹修复为多。大至巨型原木，小至原木的快木珠，从原木裁切为木材，到制材时产生的木屑，都可以再回收，提炼快木精油。净采后，
公有招标的台湾块漂流木奇货可居，一甲地的竹木厂存放的原木将近九成都是台湾块原木，掌握了原木货源等于掌握了订单。现在李家的营业形态是一条边，由上游的原料到下游的成品。家具师傅人老手巧，单凭客户的一张老照片，老师傅就能做出一个菜橱。菜橱的身价18万元，师傅的手艺60年。刨木像是削苹果，刨刀下的木皮就像是苹果皮，接续不断，厚薄均一，行家一看便知是好手艺。做工实在，不省料，不求快，不怕搬挪和热胀冷缩。老师傅说，台湾块木货真价实，家具用个30-50年不成问题。嘉义市的制材厂曾经高达400-500家，现在屈指可数。回头再看，沧海桑田。这里是嘉义市立文化中心音乐厅的北侧，眼前的水池周边曾经是个面积高达52442平方公尺的山池。啊，那从1912年，阿里山的块木就是运到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啊，当初有5座山池，那总面积大概是有8座足球场那么大，那号称是东亚最大的主木池。那阿里山的块木就透过阿里山铁路运到这个地方来储存，因为块木必须浸水一段时间才能够避免哈，它以后会分裂了哈，然后在这一段时间它也会分泌树脂，可以延长块木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年限。绿荫遮天，山池垂钓特有风味。诸罗八景之一的快爪垂纶，说的就是当年的光景。随着台湾块木进伐，林木产业凋零，山池无用武之地，只能跟着消失。音乐厅的外侧，大山池成了小池塘，人事全非，难免可惜。音乐厅的里面，莲池仿佛活了起来，匠心巧工叫人惊艳。在日本京都美术社师傅的精工编织之下，国画大师林玉山的作品《莲池》在音乐厅舞台的绸缎布幔上活灵活现。我听我们林玉山老师说，在1930年，就是他23岁的时候，大清早，摸黑哈，从嘉义跟朋友骑脚踏车往嘉义的北郊。就是民雄的牛稠山，那时候有很多莲花池，那他为了画莲花，就半夜出门，啊，去等待莲花开放的那一个瞬间哈，那他就是要亲自去体会那一种四周非常沉静，那整个充满那个花香哈的那一种感觉，他当场素描，然后回来。
画这么样很大的一幅莲池，那参加1930年当年台湾美术展览会啊，就简称台展，获得特选的第一名啊，那最高的荣誉哈。那这是林立山老师的代表作。在木业兴盛、市况繁荣的年代里，嘉义市曾有画都的美称。嘉义美街哈，是全台湾著名，而且艺术家过去在日本时代嘛足济哈，啊，是不是？我介绍一下。咱这美街哈，早前是叫做美街啦，因为咱日本时代足早的时阵是咱庄脚人哈啊。打米出来，咱家卖，本来是叫做米街啦，米的米啦吼，米街啊米街，到尾啊变国台语一样啊，变相同嘛，都变到米街变米街，变到今嘛要迄落啊变美街美式的美式的。啊，迄阵就是讲艺术家拢集中。啊，咱家嘿啊，规逝即阵即阵太济啊，哦，迄阵画家也有啊，诗人也有啊，诗人啊，人伫遐吟诗作对啊，创啥？啊是啊。啊，搁写书法了嘛？我有。文人哦，作者啊。在那个年代，成人街的街上有许多碾米店，经济状况好了，就让孩子们学些艺文画画。后来有些碾米店干脆改行裱画店。成人街是米街，后来又叫做美街，台语念来，两者的谐音格外有趣。美街裱画店的小孩成了大画家，水墨大师林玉山的故事，居民至今依然津津乐道。生于1907年的林玉山，本名林英贵，他的父亲早年在这里经营风雅轩裱画店。嘉义本来有一个米街，后来这个米街的人呢，生活就比较好，那些商店的人的生活比较好，对子女的教育就会给他有这个文艺方面的这个学习。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米街呢连续有4-5家的裱画店这个集结在那里，所以在短短的100多公尺的一个街道里面呢，就有4-5家裱画店，等于就是，在当时的画廊街一样，所以大家才会说，哦，这个地方干脆叫它美街，所以由米街而转型为变成是美街。童年时受民间画师的启蒙。少年时期，再由南画派别的日籍老师引领，林玉山的绘画基础与强调诗书画合一的中国文人画风相连，这与日据时代同辈专攻西画的道路大不相同。在此同时，远房亲戚陈澄波回乡任教，林玉山跟着他到处写生画画，耳濡目染西画的水彩和速写的技巧。那我父亲受他鼓励，他也在这个1926的时候啊，到日本的川端画学校去学画，正好在1927就有首届的官方办的这个台展。他就用在川端画学校学到的这个写生作画的啊这些技巧，他画了这个水牛啦啊去参展。在当时呢，本来有很多全台湾啊传统的这个画家
在画坛上其实也蛮有名的，可是在这一次展览里面，他们送去的这个作品全部反而都落选了，这个真正入选的反而是在画坛上还不见经传的这个三个人。林玉山和入选的陈静及郭雪湖在当时并称台展三少年，他的画作连续十届入选台展，代表作之一的《莲池》获选第四届比赛第一名的最高殊荣。帷幄破晓时分的清晨中，荷包绽放，忍着一夜蚊虫叮咬的林玉山赶紧蹲坐巨幅绢布之前，一笔一画挥洒出一片晨光金黄，池面荷叶舒展，荷花开，一只觅食穿梭的白鹭，莲池在动静之间活了起来。24岁的林玉山再度赴日进修，于是割爱莲池。莲池这一幅画呢，当时是经营西药房的好朋友，买了这一幅画啊，我听他讲好像是150元啊，这个让给这个朋友，在当时150元的话，以教员来讲的话，也是4-5个月的这个薪水。这一幅画一直在他朋友那里，一直到大概是1998左右，那个时候他有意思要转让，这个跟嘉义文化中心的音乐厅呢，在当时要做一个布幕有相关。为什么呢？因为他做布幕的时候呢，就采用莲池作为图案，这个布幕是用织出来的，当时是委托日本东京的一个专门做织绣的这个公司做的。当时就是因为这个织绣的公司呢，他们老板看了这张画，对这张画也有兴趣，他们要收藏。台中国美馆那个时候他们也想收藏，结果呢，国美馆那个时候的经费只有1500，京都的这个老板呢，人家愿意出比较高的价钱来买。在1999年3月吧，发起这个抢救这个莲池的这个募款活动。终于把莲池留了下来，台湾国家美术馆在2000年时买入收藏，成交价是1800万。返乡任教的林玉山后来从嘉义北上，在国画大师黄君璧的推荐下，林玉山到师大美术系任教。当今花鸟禽兽，林玉山教授用力最深，智力最勤，是当时担任师大美术系主任的黄君璧教授对林玉山的赞誉。桃李满天下的林玉山，画虎的神韵独到，当代堪称一绝。退而不休，90多岁高龄的林玉山，直到仙逝之前也不舍放下画笔。风景如画，邢家吊桥是嘉义市的著名景点，费时6年，历经3位市长，2000万的工程造价，2007年完成，是何明德行善团新建的第330座桥。军辉桥那边呢，这个车流量非常频繁，学童上下学都是人家上下班的时候，所以啊，这个非常危险。当地的居民就到那个何明德行善团，请求
看能不能在这个附近旁边造一座这个吊桥，给那个血统上下水来使用，这样比较安全。好，我们当时就一口答应下来。何明德行善团创始人何明德是个乡下的农家子弟，原先在嘉义市开杂货店，兼任民防大队义警。何明德50多岁时接触佛教，从此更加热心公益。我们家本来是开杂货店嘛，啊，每天晚上都有很多的叔叔伯伯、隔壁遐阿姨、上伯上来来阮遐坐讲话。61年之后就讲，中埔也听讲，昨有两个兄弟啊，早啊去读册好，啊下晡落西北雨，溪水灌起，唔知了过，啊怎互流去？阮爸讲，啊无咱来看卖下咧，啊明仔载就徛倒来去，啊去看看，讲唔即会用去一条桥啊。何明德自备木材，一旁关心的民众跟着主动捐献，你50我100的一起分担造桥的费用，这就是一开始的故事。后来桥造好了，隔壁村子也需要造桥，接二连三的造桥志工行动就这么继续下去了。原先3、5好友组成的行善堂，之后改名为嘉义行善团。名声渐大，捐助渐多，何明德仍然要求捐助者每人每次以台币100元为上限，用意是希望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善事。行善不在钱多，诚心才是重点，这句话何明德经常挂在嘴里。到后来，小从8、9岁的孩童，大至80、90岁的阿公阿婆，上班族、家庭主妇、军公教人员都纷纷加入行善团造桥或是捐款的行列。每个礼拜天早上都是夏天的话6点半集合，冬天7点集合，大家就自动集合，差不多将近有100个人，大家从各地，有台中、台南的来，像我们今天就做栏杆部分的工程，大家用小水桶，每一个人提着轮流排队这样。1995年，何明德获得麦格塞塞奖与内政部1等奖章。1998年，因积劳成疾病逝嘉义。何明德往生的消息曝光后，李登辉总统亲自捻香，希望遗属能够继承何明德行善的志业。捐款不断，精神不死。何明德走后的第2、第3年，在高中教英文和教数学的大女儿、大女婿陆续退休后，专心投入何明德行善团。阮是安怎？今仔日，阮特别留这栏杆庙讲座，就是要保持那个何明德时代那一种哦义工的精神呐，哦，要大家有一个参与的机会，啊，让大家哦参与造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发挥那一种佛教的利他精神。何明德在世的时候，
造桥完全是人工的，志工得从早做到晚。现在不同了，施工过程机械化，两三个钟头就搞定了。混凝土预拌取代了人工搅拌，电脑作业取代了手工收据。欢迎的行政团上，就像当年自己和先生一样，儿子和媳妇也是介绍认识的。爸爸妈妈走了，三个孙子来了，继承父业，含饴弄孙。现在的陈美智知足也惜福。遗忘的山池旁，莲池荷花绽放，玉山台湾长青，故乡风情最美。嘉义市成人街的画廊裱框店三四间，美街不在，故事依旧。重修的北门车站重现日式快木建筑的风味，外观轻盈，色调活泼，显得更加的神采奕奕。阿里山森林铁路百年如一日，从货运载木转为客运观光，见证台湾木金岁月的辉煌。嘉义市，台湾快木与森林铁路的故乡。嘉义是清代台湾建筑的第一座古城，走访城内的街坊、寺庙、古迹、历史建筑或是名人故居，都能享受与历史相遇的惊奇。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嘉义市资深文化志工陈清秀老师来到现场。陈老师您好。何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陈老师，你可以说是嘉义的文化之宝哦。像是到过嘉义，只要是听过导览解说的，我想应该都会对您的这个解说非常印象深刻。至今您的这个导览解说的志工生涯已经有20多年了，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请到老师来到现场。那当我们谈到嘉义，大家第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阿里山的林业。那这个林业从日据时代发展到今，现在虽然已经没有砍伐了，但是一直都是嘉义很具代表性的特色。那是不是先请老师来跟我们补充一下，我们怎么样去看嘉义的这个林业？那它中间有什么让我们会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呢？林业发展其实在清朝就已经有林业的发现，可是那段时间他们还没有觉得阿里山
山上原来有这么好的那些那的 Hinoki 跟那的 Maniki， 是到了日据时代的时候，日本人1895年来到我们台湾的时候，发现到1544年的时候，葡萄牙人给我们的一句话叫做 Gomosa， 就是黑色的森林，所以他们就带领了入京，对，就从我们的玉里爬到东埔，再上了玉山，发现到下面一片的黑森林，所以他们就开始的做了林业的调查，里面有30多万棵，将近1000年以上的这些希诺奇，对，其他的希诺奇，是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了林场的调查，开始了策划我们要如何把这些木材砍伐以后要把它运下山。可是那一段时间他们为什么要砍伐我们的这些木材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明治天皇过世了。过世的时候，他们想要盖一间叫明治神宫，这是在日本最有名的一间，是需要上好的木材。是里面的你看得到了，全部的建筑的木材的结构，全部来自阿里山的槐木。是，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大量的砍伐了。可是砍伐最重要就是要有那一条阿里山铁路，把它运下来，要运下来才有用啊，不然你砍伐来了根本搬不动啊，那些木材没用。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策划了这条铁路。可是他们遇到了很多的波折，因为我们的阿里山山脉是一个18座山合在一起，那你说要如何去克服这些困难呢？加上了到了我们的坡度非常陡的一个地方，62.5%，只能之字形，只能慢慢往上走。所以让我顾为叫做阿里山崩壁，是什么意思呢？崩壁的是因为它的坡度很陡啊，陡到这样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直接爬上去？没办法，所以你来到这个坡度的地方就碰到壁了。碰到壁你要怎么办？人家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之字形的一个爬坡，这也是我们阿里山这一条铁路的一个特色的所在。是，所以这时候他们克服了，克服完了以后他们就继续把这一条铁路那个研建出来。到了1910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从嘉义能够把这一条铁路营运到了我们的竹取平地段。可是到了民国1年的时候，经过2年的时间，他们就已经把这条铁路开垦到了20000坪，所以就可以把阿里山上的这些木材运下来，直接运到日本去盖了明治神宫。以及日本本身也是海岛，那他们发展了一个叫海运，需要要造船用的这些木材，他们就可能全部都运到日本去了。这个就是那一段时间。那接着我们就继续一直把这些经济啊，那个发展了整个台湾的经济。所以嘉义曾经是木材的都市，也是号称整个台湾里面4大都市之一耶。是，因为我们的木材的经济带动了整个台湾的经济的一个发展。所以那一段时间也影响了整个嘉义的发展的。所以人文荟萃为什么这么多在嘉义地区，就是因为经济的关系。好，那接着呢，慢慢就延伸了到了我们的中日直甲午战争，台湾就那个日本人战败了，就回归了国民政府来营建了。这个时候更多的人，以及还有我们的一些三老史观光郭姐，他们就开始大量的日本人，他们其实还有一点良心，他们没有把木头全部都撤那个砍完，看，因为他们留下了基座在，那个就是水土还是在，就是把我们的土壤还保护住，而且他们砍了一颗的1000年的木头，还在周围的地方做了人工造林，25棵的柳杉。所以你现在看得到柳杉都是日据时代日本人所种植的。可是到国民政府来了以后，大量的开垦，他们比那日本人那段时间开垦的更广泛，差不多多了4-5倍的一个森林呢。是，那这个时候才发现到整个森林砍伐完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在民国52年这一段时间就开始禁止。可是有没有办法禁止这些商人再来继续？因为他的后面一笔的经济效益太大了。是，后来又发生了很多，只要是我们地震或者是台风起来，你看我们的那个土石流就产生了一大堆，尤其是阿里山公路。所以这个时候到了民国87年，完全禁止砍伐，不准砍伐了。这个就是整个林业的发展，就是这样子到现在发展成了我们阿里山是一个游乐的一个观光的一个地方了。是，听老师这样子娓娓道来哦，这么多年的时光被老师这样浓缩起来，其实重点都帮我们提醒了。都提到了。那当我们要去见证这个木金岁月，其实现在我们
最容易去感受到的就是北门驿。是。那这个北门驿到现在其实已经被认定为古迹，我们去看还可以感受到那个古色古香的那种氛围。那您觉得我们在欣赏它的时候，这重点要放在哪里呢？我们的嘉义本身古代的时候就叫做诸罗，那诸罗是整个台湾里面第一个建成的地方，在1704年，比台南古城，离我们的那个鹿港还要更早。是，啊，那段时间呢，我们有建立的东西南北四个城门，那我们的北门城刚好在北门驿的那个前面的地方，所以日本人在这里建立的我们的那个北门车站的时候，他就以它是北门城的外围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把它叫做名称是这样来的，本门驿就是这样来的。是啊，日本人把车站都叫做驿，所以他们就叫做本门驿，这是第一个要欣赏的它的所在的地方。那第二个，因为在这一条铁路上面，我们一共有差不多13、14个它的一个车站，其中用木头结构只有3个，第一个就是本门车站，第二个就是日满，第三个就是竹崎。那这三个里面呢，现在还保存了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就是本门车站。北门车站它的一个建筑的架构，它建筑的就是以我们的它的功能的所在，第一个就是火车，第二个就是车票票房要卖票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些人必须要有人在工作，所以有一个办公室，所以这间虽然不大，只有28平的这么的范围，但是它具备了这么大的一个功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是。那你可以想象，把它推到100年前，这一段时间也是我们经济的来源，所以它早上7点要开车的时候，这里是整个人潮非常的拥挤的一个地方，因为大家需要上阿里山，但是他们最重要就是生活上的机能的一些民生用品，所以大家都会把民生用品带到这个地方来做买卖，就近做生意，是，所以形成了一个市集，是，那这个市集就带动了又是经济的来源了，那你就可以想象，我都可以想象那个画面，那个画面人潮有多少人在那个地方，他们的生活都靠这个区块，而且这个阿里山啊小火车哦，现在虽然是这个来台湾的必游景点，其实就它的重要性来讲，都可以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了。是，阿里山这一条铁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在开垦的时候很多的困难点，还有挫折，尤其是我们中间有一个叫独立山，这个独立山又没有跟山脉连接在一起，所以引起了这些彭天祖的那个工程师的非常大的一个困扰，到后来是一只蜗牛，让它产生了那个idea， 它灵感是来自一只蜗牛，因为你想象蜗牛的壳是不是好像一座独立山？是。他们说啊，到底我要如何把这一座山连接我们的阿里山铁路？结果他们就想到，哎，看到了那一只蜗牛在走的时候，上面有那个纹路，刚好一圈一圈这样的螺旋转，刚好来到最顶点的地方，所以你假使在我们独立山跟那个樟脑寮的地方，你就可以发现到了，坐在那里可以3次看到那个火车这样3次的螺旋的巡回，再把岛八字接到阿里山山脉，这样连接到我们的阿里山上去了。这一条就是我们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它也是列入世界三大登高登山的铁路。可是你一定会质疑，瑞士、澳洲不是有很多的登山的一个铁路那么好？但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在它从平地到高山。只有走了71.4公里，但是它可以从一个平地31公尺的纬度爬升到2274，它的落差有2000多公尺，而且走在那条铁路上面，你会发现到了我们从一个景色一直都不一样。是呀，嘉义是位在哪里？北回归线经过的地方，几乎是热带，23度27分4秒51，是属于亚热带的一个植物。可是你从这样的地方，你可以感受到了第一个叫亚热带的植物林相，接着马上到800公尺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了软带林，又是另外一种景色。接着你又来到了1600公尺的时候，就是温带林，那这个时候你又会看到了3种不同的林相的一个变化，就是一次饱览了台湾的森林特色呢。这种气候你在哪里可以感受到？的确，在阿里山这一条铁路上是。
所以其实嘉义哦，当慢慢去品味它，它可以看的东西非常多，非常的多。就像在纪录片里头有提到这个嘉义的旧监狱，其实嘉义旧监狱它自己本身虽然它是个监狱，可是它就文化上跟历史上，其实可观之处也是相当的多呢。是这一间最重要是建筑架构，是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有，就是那种放射型放射状的一个建筑架构，它是整个世界里面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嘉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来自日本的丸佐监狱哦，在北海道，北海道的地方是，这种两种的建筑架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因为日据时代日本人他们考察了英国的一些监狱的一个形式，所以他们发现到最适合台湾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宾夕法尼亚式的一个制度的放射状的建筑架构，所以整个台湾从北到南全部的监狱都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每个地方他们只要有人就会犯错，人口越来越多了，收容人越来越多，所以每一间监狱里面就没有办法容纳那么多人，只有扩建，每个地方全部都扩建了，唯一还保存下来的就是只有嘉义，所以我们才会列入了我们的四殿古迹。四殿古迹完了以后，马上又那个法务部又把它升格为国定古迹了。他们发现到它是世界唯一还是叫做古迹的部分，没有动过的，就是只有嘉义这一间。北海道那一间呢，他们曾经发生过火灾，所以曾经有那个销毁掉以后，又在一公里外的地方再重建的，所以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不是了，只有嘉义这一间。可是它为什么可以保存的这么的完整？我们要回归到一个叫做阿里山的红块，要运下来刚好就在我们的旁边，是。所以日本人为什么非常的爱阿里山的木材？就是因为它具有香味，是第二个它不怕腐蚀，也不怕虫来住，再来就是它也不会弯曲，所以呢，假使你这一间要保存一千年，那你的木头就要从阿里山砍下来，一定要一千年，那你的那些那个建筑架构就可以保存一千年了，所以我们的那些监狱里面的木头全部来自阿里山上的那些那个块木。是，所以与其跑这么远哦，去北海道看王佐监狱不一样，其实我们应该要去嘉义好好的去欣赏一下当时的一些古人建筑的智慧。那其实在嘉义我们可以看到日据时代的很多的遗迹，就像是蓝潭，就是当年的这个八田雨衣为了要灌溉的时候所新建的一个储水的地方，那是不是给我们做一点介绍呢？好，八田雨衣它最大的一个工程大家都知道叫做江南大圳，大圳是它建设出来的，可是只有这些吗？不过因为它是土木那个工程师，也是我们的自来水的一个工程师，好，所以它走遍了整个台湾。那为什么跟嘉义有相关？嘉义就是蓝潭水库，我们蓝潭水库最早之前是荷兰时期那个荷兰人所建立出来的，那个时候是灌溉我们的王田的一个地方的土地，那后来到了日据时代的时候，日本人发现我们台湾发生了很多的瘟疫以及传染病，那这些要从哪里改善？就是要从水源公共建设开始做，公共建设，所以他们就开始着手在哪里，从我们的水库开始，所以说水库把它引进了，我们最有名的就是八掌溪的水源，可是你要引进来一定要有做一个植坝，植坝以后万一我们的水源在七八月台风期的时候太多怎么办？我们要泄洪，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直洪一直坝，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八田雨衣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专才，所以他就来自证在嘉义帮我们把这个那个水库做出来以后变为我们的自来水的所用的净水厂。可是八田雨衣只有做这些吗？不是，他从北部我们的台北的下水道全部都是他工程，都是他来指导的，以及桃园的大圳，还有我们的日月潭，大家都知道水力发电厂也都是他做出来的，以及还有大甲溪的这部分，那回到我们的嘉义就是我们的蓝潭水库，以及到南部的那个我们的下水道以及他们的水库，还有到高雄港也都是他所做出来的一个工程，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曾文水库，也是他构想中其中要做的，但是因为那段时间刚好发生了世界大战，所以他被派到了那个大陆去了，就暂时在那个大陆的地方，回到，所以他把他的尸体运回到我们台湾来的时候，我们的台湾百姓们非常非常的怀念他，所以就在这个乌山头的旁边的地方，做了一个雕像，八田雨衣以及他的家，他曾经住过的那些宿舍，现在也把它做成了我们观光的一个景点，介绍他的事迹的一个地方了。
是哇，真的是嘉义的这种风土民情实在太丰富了，是像是猪罗八景，我想是大家最常听到的。那在纪录片里头，他特别介绍的就是快爪垂纶，是。可是现在我们大概已经很难去想象以前那个山池里头堆满了块木的那种景象。那其他的八景，可不可以就选一个您觉得一定要好好介绍一个跟我们分享介绍的一个地方？你刚才讲到了快爪垂纶，你可以想象日本人的学生，他们在毕业旅行一定指定一个点，就是要到我们的快爪垂纶这个地方。哦，是啊，哎，来到那里拍一张照回去，代表这是东南亚、东北亚地区最大的一个山池。那为什么要山池？阿里山的木头运下来，来到这个地方叫亚热带地区。我们卖出去叫做成彩，成彩就是里面不能有任何的菌类开的纹路，是才能够叫做好彩。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把它泡在水里面，感受一下，跟在它的那个温度的地方，就是阿里山上。阿里山上第一个就是潮湿，第二个就是要寒冷。因为它的纬度一定要，所以那个池是让它适应的，适应让它慢慢的去适应到你的那个温度，亚热带不会马上一下子下来的时候热温差这么大，是这样子，它会裂开，所以让它慢慢慢慢的去适应，以后里面的纹路就慢慢的还可以结合在一起。等到它已经饱满了，尤其是里面有油脂，它会释放出来，把它就填满。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品质稳定，是品质稳定以后，它再把它吊起来。再吊起来的整个的山池，你可以想象它有10000多坪。可是为什么会叫做快爪垂纶？第一个就是快木浸泡在那个沼池里面。是。那垂就像我们的姜太公，因为旁边种满了很多的柳，那个垂柳，就像我们的姜太公渭水之称的那种感受，所以他们就在那就把它称呼了快爪垂纶了。是。那很想问老师的，就是嘉义有一条米街，那后来叫做美街，是，那可以说是嘉义的这个艺文中心，那里头有很多的这个裱画店。那知道老师曾经在那边驻村了一个月哦，是不是还特别跟我们介绍这个地方呢？好，米街最早叫做卖米的米，米街就是清朝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第一个高官叫做王德禄先生，就在那里做了一个义仓，然后来的很多卖米的就来这里。卖米是在清我们的那个早期的时候是经济来源的，有钱人做的工作。那有钱人就开始了准备给他的孩子做什么。不要只是一个叫做在种田或者是做生意，要有文化。那这个时候就开始了，从我们的那个等刷给台湾聘请了很多的这些师傅们过来教导他们画画或者书法，所以就在家里面就是一对一的我们的教教班的这样子的去教，里面培育的我们的叫做林玉山国画大师，他就执政在里面，以及还有陈澄波的女婿蒲天生。不止这样子，里面还有具备了很多的画社以及诗社，所以一条街只有100公尺，可是里面具备了这么多的诗人，就还有画家，全部在里面。所以从一个米街就把米街变成了叫做美街。那美街又怎么样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因为这些我们画出来的画画还有书画，你只有这样画完了把它保存下来的话，绝对会坏掉。是。那要怎么办？就是产生了很多的裱画店，把裱起来，他就把它裱起来。裱起来以后，这些要让大家能够来观赏，一定要放在哪里？就是放在这个裱画店里面的他们的那个墙壁上啊，来做一个艺廊。这个就是艺廊的开始，也是文化中心展览室的那个前。就这样子产生了很多有钱人就会来这里观赏，观赏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它要支持这些画家能够继续画下去，一定要把他的画买下来，买下来以后他们就有更有金钱了，所以他们又可以安心的去从事绘画的工作了。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产生了一个艺文的中心。的确，这跟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裱画的观念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完全不一样了。裱画这是纯粹裱画，可是早期不是，它要具备了一个艺廊，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哎，这些画到底它的画好与坏，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可以做一个观赏。是。那最后想请教老师的，知道老师投入在文化导览的工作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那其实在整个访谈的过程中也可以感受到老师对于文化推广的热情，那是不是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自己的感动？我想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是有热情，可是也是会有辛苦的地方，是怎么样的这个感动让你可以坚持了20多年，然后越做越开心，越做越年轻呢？
这个地方我从事了，从民国81年就开始做了这些导览的解说的工作。那里面我为什么一直会投入，就是在民国83年的时候，文件会推动了一个叫全国艺文季。那里面我们到底要推什么能够代表全国性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局长就推了一个叫做陈澄波的百岁名单，所以我就开始介绍了陈澄波的这些话，从一个家庭主妇变成了一个专业的导览解说员，一直在这个行内里面，接着就来到了整个嘉义市人文历史地理文化古迹，这些都在哪里？文化中心，因为文化中心本身具备了6个的课本，里面从文化资产，从我们的图书馆，林老师说故事，所以我有说故事的一个能力，好，这个就是跟导览解说有关系的。还有展览艺术的，能够让我从事的绘画工作，哎，现在我也在教美啦，这些都跟他有相关了哈。艺文的推广如何要去策划，所以我就回到了我的自己的社区去做我们的社区的一个那个社区总体营造的行动，那个推动，所以我们社区也得到了国家永续发展奖，蒙万社区，这些都是从文化中心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不真。真的非常的感恩文化中心给我很多的营养跟爱，让我能够成长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我也希望从我的这个成长能够推动回到原点，就是把嘉义推广出去，让更多人能够来了解嘉义是一个人文荟萃这么好的地方。就像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那个环评会市长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嘉义不缺少美，只是没有被发现，终于我们现在发现了哈，是，真是太棒了。那今天很感谢陈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哦。我想一般人对嘉义的了解大概都是从阿里山小火车开始的，可是我想透过今天的纪录片还有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看到没有发现的啊嘉义的文化之美，而且从老师身上我们也看到做志工，当我们可以走入自己的文化里头，更散发出另外一种生命的美。感谢老师，不客气，谢谢。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希望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看《纪录新发现》，感恩。